Hello，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排位上分对大多数玩家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没有强意识和熟练的操作很难上分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版本强势的英雄来助自己一臂之力。下面就给大家盘点了三个最适合手残党上分的英雄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哪些英雄。一、墨子，墨子是本赛季最大的黑马，数不清的控制技能加上后期高额的法术伤害，让墨子顺势登基成为法王。除了庄周，没有任何一个英雄是不怕控制的。作为控制为主的墨子，不仅可以打出很多的控制，而且还会附带很高的法强，是面对射手的一把利剑。二、凯，这个版本的凯适合出暴击装，其暴击伤害能达到惊人的10000。凯开启大招后会增加最高200点的攻击力，这比破军增加的伤害还要高出20，可想而知暴击的凯是怎样的一个怪物。凯的操作难度系数不大，手残党也能轻松上手。三、狄仁杰，狄仁杰的技能机制堪称完美，有位移，有解控，有控制，加上这个版本对射手射程的增加，狄仁杰的退线能力提升很多。单带能力不输虞姬，一般的刺客很难将其单杀，后期打团的 AOE 伤害占比很大，想快速上分选狄仁杰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以上就是现版本最容易上分的三个英雄，各位小伙伴觉得还有哪些英雄也能轻松上分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，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